朕答应你们，只要将朕的皇儿还回来，朕便放你们来去自由，绝不阻拦。皇上可说话算话，帝王之言，焉能有假？放人。 有伤在身，还是注意些吧。不管怎样，你都不该拿孩子做筹码。是他们无耻下作，我们又有什么道理可讲？是我自己甘愿赴约，与他人又有何干系？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那个女人一心想要让你死，要是她对你还有半点情意，又怎会给别人生儿育女？ 是我，玉宁，你看一看，是我，我是柳少灼，玉宁，我是柳少灼。 是我。